解题变压器基础观念分析与计算，将一部 1kVA 222变11伏特50赫兹单向变压器拆解后，测量发现铁芯截面积为100平方公分，线进出的绕组共有500匝，下列叙述何者正确？来，第七题考变压器，变压器你就要想直流电和交流电，交流电，好，交流电电压的公式1等于4.44 mN/m， 好，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用到，因为它有考我们铁芯面积那一个。好，那再来我们把图简单画一下，大电压变小电压，几伏特变几伏特？220变111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大电压小电流，小电压大电流，电流小线，限制用的比较细啊。电流比较粗，大的话，那我的线就用的比较粗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好，因此他说线粗几匝？500匝，所以在哪里？低压测500匝。那低压测500匝，两个是差两倍，所以线系高压测要几匝？是1000匝。所以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几个选项啊、哦。A 选项。线粗的是高压测，错。再来 B， 线细的1000匝，好，错。第三个先跳过。再来第四个，线粗的在这边嘛。好像说额电电流9安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算哪一个 ？I 1来 I 2 I 2所以猪选项我要算 I 2来 S 等于公式 ，V 1 I 1等于。V2 I2 用哪个来做？后面的来做。现在容量多少？1000单位伏安。V2 111安培，111伏特电流能不能算？所以 I2 就等于1000除以111，所以应该多少？应该是比9大还比9小？比9还要大。所以第四个选项。是错的 ，OK 吗？哎、欸，行不行？对的吧？哦，第四个是差不多啦，九点零九，好，所以我们猪选项先保留，因为不知道它对不对了。如果说我们要精确的话，就是错了。好，再来。第三个选项，它问的是什么？磁通密度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一等于4.44 mN/m， 那磁通密度嘛，匝数嘛，那看你要用高压车算还是低压车算嘛，随你嘛，你要用哪一个来算？好，我们要，因为这边是500嘛，这边1000嘛，1000看起来比较好算嘛，所以我用1000这边来算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所以是几伏特？22伏特，电压4.44，频率50赫兹，1000匝，乘以磁通密度，花样算出来，要再算我的磁通密度，要算 B 哦。所以怎么算？花样怎么算？是等于乘上去嘛？去两个零嘛？对不对？啊，所以。222下面的444乘以500，好，所以呢消一下，这边是一，这边呢二，这边等于多少？1000分之1，没错吧？没错。好，那我的 BM，B 等于什么？磁通密度公式 ，Y 除以 A，A 分之 Y 都可以。所以这边呢，十的几次方？负三嘛，这边十的负三嘛。啊，再下面呢，一法平方公分，要把它换成什么公尺？因为我们都是用 mkg， 所以我们要把它换成 mkg， 可以吗？所以十的负三韦伯除以。十的两次方乘以怎样？十的负四就变成米平方，对吧？
啊，所以就这样，零点一，韦伯除以比平方，所以吸血需求量怎样？错的，所以看起来似乎就是这一个比较恰当，9.009，对，9.009，那就更接近了，9.009，那就更接近了。好，这一题就猪，答案为猪。